太好了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快点。爸妈，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那位女朋友刘宝玉，宝玉，他们是我爸爸妈妈。伯父、伯母，你们好。好好好，不错，长得漂亮又有气质哦。那当然了，我的眼光啊可好了呢。对了，我们现在要去吃饭，上车一起去嘛。 像在这样的环境、这样的气氛下吃饭，才是一种享受。如果刚刚我们还在那家餐厅这样吃，我肯定吃不下。哎呦妈，可是我觉得刚才那家餐厅的菜也挺好吃的啊。菜再好吃，如果人不对，再好吃的菜也变得难吃了。我这个人吃饭啊，最讲究就是气氛，我没有办法忍受跟那一群没有水准的一起吃饭。 都过去了，你还这么在意？话不能这样讲啊！人家说啊，什么样人交什么样的朋友，哎，你也知道，我们认识的那些朋友都是政商名流、上流社会的人嘞。所以国华，我们交朋友啊，就要注意，一定要交水准差不多的，这样身份才不至于太悬殊，知道吗？是。 你怎么讲一些有的没的啦？就是因为他在这儿，我才要把话讲清楚啊。人家宝玉是念过书、见过世面的，我相信这个道理哦，他懂的。伯父，没关系啊。啊。对了，宝玉，我们张家选媳妇，最重要的是，不要有那一些上不了台面。 低三下四的亲戚朋友，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了解。伯母，你这么说是不是对这些人太不公平了？怎么说？我们人从一出生就没有权利能够选择自己的父母、自己的家庭。就好比说，有些只可以穿谁想要打赤脚。 他们也希望能够像伯母一样，有这么好的环境，这么优渥的生活，可以天天上餐厅吃好吃的东西。他们的家庭可能没有能力让他们读很多书，所以他们讲话才会那么直接。他们也许为了生活，为了孩子，必须很辛苦的工作赚钱，但是他们并没有错啊，我们怎么可以因为这样就看不起这些人？ 没有没有，你说的对，说的对。对啊，爸妈，宝玉的个性啊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，那你们现在看到了，不错吧？宝玉啊，你是未来的律师，很有正义感，不错，这点我可以接受。不过我们张家选媳妇，我是不要求对方有什么好的家世啦。 但是至少要是书香世家。对了，我忘了问你，你的父母亲在哪高就呢？妈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宝玉的爸爸妈妈是在公家机关当公务员的呀。哦，那这样就是书香世家了嘛？啊？对啊。虽然我不是很满意啦，但是还可以接受。宝玉。
吃饭了，谢谢伯母。对对对，用餐用餐啊，我们是来吃饭的啊。 我敢唔真是参像阮宝桥所讲的安尼，啊是一个遐尔无水准的人。吼，你也真正是大人大志，囡仔凊彩讲讲，你也甲囡仔咧结去。就是讲实在的啦，我有影无读册啊，毋捌离过兼无卫生，我家己也袂猪肉尔，是讲较顺来当读册捌哩，啊，啥物人愿意做青梅牛啊？哎。 咱迄个年代，倒一个毋是安尼啊？我毋知影是好命是歹命，第高二以后才好都读着册。啊，你袂歹啊！你至少你有读册咧。啊，我是自细也是人养女呢，啊是好佳哉，阮养母无去养我含嘛，人伊拢无甲我苦当，佮甲我饲大汉。我真正足想要好甲伊好。怎么样？难得哦，你有这份孝心，真值得人学落。 啊，我著家道平替扫帚啊！啊，自细汉我的爸母就死，啊，互人做养女，是讲阮娘要安尼仔惜我。啊，我大汉要好啊，甲友好者，哪知伊嘛来死。咱是讲嫁人会当靠翁，毋过咱嘛倒去。讲起哦，你无较好命啦，无家己亲生的爸母啦，无一个完整的婚姻，佫较无照顾家己亲生囡仔，甚物代志拢共公家。天公伯啊！ 伊那会叫你歹命啊！我袂歹啊啦，啊至少我无甲大家官带做伙啊，啊无两个老爹甲我管，啊敢若阮像我这爹甲我管尔，我算好命嘞。阿个查某拢遮软弱，偏偏就你啊，无人输。我知影啦，你外表坚强，心内就寂寞对无？姐，真听我讲，假使讲你若来做我的妻啊，你看安怎？ 笑起来！我破气命嘞！啊，你唔多车头无探听，啊！你敢讲这种代志？啊，你唔惊去互我这个母大姐甲你扣死？嘿嘿嘿嘿嘿！哎，我出事哦，都无爸无母啊，叫人等啊孤儿啦！噶你避开，哎，你讲到底是谁在克谁啊？我是在甲你讲真正嘞！啊，我当你伫个军装上，不可能。 我就心中那咧皮毛在，感觉我也伫咧幸福，一定是小人伫咧搞主意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大家拢出去食饭，剩我一个人够稀微的啦。哎呦，好佳哉，你还搁咧食，还搁有菜，哎，我枵死啊我。那你们拢出去食饭啊？安怎？ 菜伤歹，食无饱吼，要搁讲，几百岁。啊，是安怎啦？算嘛，剩阮妈妈都甲人冤家啦，去互保育看着，结果两个都冤家。唉，毋是我咧讲你啊，当你出去外面嘛较站站的，体质囡仔留一仔面子，啊，不过遮尔歹看是要创啥啦？我伫咧外面让恁查某囝念，倒转来食，怎啊无就搁去念了？ 你袂瘾去啊？妈，妈，妈，你啦！啊我，哎，啊，煞拢袂讲的哦。我够娇的啦！爸啊，等一下，当毋是我咧讲你啊！等你剩阮妈妈佫安怎讲嘛是四大人，你哪会当安尼无大无细，佮你硬喙硬舌啊？妈，你都毋知剩阮妈妈伊有外国的婚呢？好啊啦，我不管伊安怎啦，你就是袂当佮伊大细声。 去啦，去给他回家洗嘞啦！我才无爱你。哎，宝玉啊，我甲剩的死是一模一样啊，同款叫啊，我要气死的。好啦，妈，你莫伫遐介生气啦。宝珠，小等啊，提醒我物件，恁厝许妈妈食啦。好啦。 几啊天啊，唔知甲文静妈安怎？
即摆市场有三分之一的人吼，同意领这个保险金啦。但是另外三分之一的人，愿意承认啊，这临时的是中市场。但最后这三分之一的人是怕死哦，就唔敢搬啦。马上是有进度啦，我会继续协调啊。啊，不过市场管理处的公文已经落来啊，离最后的期限哦，敢若剩半个月尔。是搞公诉啊，不管哪是派人过来听。那真是安尼，我嘛无法度啦。哦，老公，咱个查某囝哦，规工都心情歹歹，一直吐，一直吐，一直吐啦，怎么办啦？哦，我就烦恼的实在哦。太真可怜啦。是啊，啊无你就带伊看医生，想啥甲开拔一下。煞唔知，啊！这囡仔人拢讲袂听哩。哦，雅文，妈，你要去哪里？妈，我想一个人出去走一走，散散心呐。你这个样子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妈，我没事啦。不行，爸，时间这么晚了，叫你妈妈陪你去嘛。对了对了对了，那妈妈陪你出去走一走。妈，我已经是大人了，不是小孩啦，我一个人可以。玛莎，好啦，自己要小心呢。好，我知道。玛莎，小姐，你敢是玛莎大的千金小姐？你要创啥？我要创啥？你要创啥啦？啊！你给我放屁！你给我放屁啊！流浪！你给我放屁！流浪！啊！流浪！给我放屁！啊！流浪！流浪！你要干嘛？加油！加！你不会怕？我怕你，我怕你，算你好运呐！大娘，大伯，伊的唔吃人走啊，你有要紧无？无代志啊，我伫的，我绝对袂予恁好人欺负你，好。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不是讲要出去行行尔，那行到要哪呢？我，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啦？你才在干什么啦？查某人点点好不好？嘉莹，听讲，阿姐，拄只有一个唔知囡仔要欺负阿文，我为着要救阿文，阿就我甲伊拍起来，所以唔知。嘉莹，你若实在讲，是对唔知囡仔。恁爸抓到，先甲包包起来啦。阿新叔啊，拄只代志发生啊，伤紧，我无看清楚伊的面啦。家仔，家仔有你爹啦。对啊，还害你受伤，不好意思啊。阿金，我无要紧啦，等到是阿门。我即马烦恼伊，即马情绪无好，
你一定要好好陪伴伊。知啦，多谢你。阿姐，阿静，我先来等啊。慢慢行啦。是啊，这无大无事，搁母子出出来，无应该让亚文出门才对。伊话，看到亚文哦，人平安无代志就好啊。啊，我煞未去家庭受伤一个呢，去甲看卖。妈，我回来啦。回来啦。嘉云来了，你哪受伤了？啊，受伤！啊，嘴角在流血，春花啊！你做啥？哎呦，啊，你是跟冤家相拍了啦？什么冤家相拍？啊，伊都唔是款个性的人，哪有可能啦？啊，唔是，啊，这相位都来。妈，啊，恁两个免烦恼啦，啊，我都，拄只吼行到无细里啊，去弄着电话条啊啦。什么弄着电话条啊？你这一看就知影去用拍的，搁在遐骗。我拍到巴肚拢毛嘞，啊，搁唔讲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你是不用烦恼死的，晓啦？有影叫你气死呢！就我这家家，揣咧军校赛有影看到来，小莫紧。什么军校赛？送去病院照电工啦，行。行啦，行。行啦。秋哥啦，春妹，阿姐，哎呀，我是专工来甲你说一下多谢，顺便要甲恁回家谢礼啦。是啥物意思啊？我敢讲，阮家言兄甲恁的查某囝有关系啊哈！思念是风吹起飞，乌烟云去堆，不惊会失去一切。家言啊，我是专工来甲恁说一下多谢，顺便要甲恁回家谢礼啦。是啥物意思啊？我敢讲，阮家言兄。甲恁的查某囝有关系啊哈？是安尼啦，阮亚文吼，家己一个查某囝仔伫外口咧乱乱踅啦，拄着唔正囝仔要甲欺负，啊我刚才家庭拄啊经过，出手甲救，囝若无吼会发生啥物代志，我拢唔敢想咧。是啦，啊亚文知影讲吼，家庭遇到亚文吼安尼受伤，安尼袂过心，啊叫我陪伊来，啊看家庭吼受伤难对，啊我安带你来看医生哈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嘉言啊，阿姐朝你去看一下医生好唔好？七妹啊，我真正无代志啦。好啦，好啊，来，讲啥物后壁来。阿妈嫂，但不是我咧讲你哦，恁会疼阮的市场，嘛无咧替阮争取啦。顶多是阮嘉言，但为着恁查某囝母，甲规身骨拢是伤呢。啊是安怎？今日好卡才是伤哦，那万一若出啥物代志，你是安怎对得起阮门辉啊？哈？我嘛唔知影讲代志会不甲变安尼啊！讲遐侪无路用啦！秋啊，妈妈，你莫阁怪我三叔啦，莫讲是我啦，任何人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去用欺负，嘛一定会出头解围啊！对啦，啊，代志一层归一层，啊，你参参做伙讲。点点啦！秋哥啦，歹势，我只是小小的老百姓，我无欢迎恁这大官，请恁出去。秋哥啦，出去啦！好。好啦，好啦，卖生气啦，我先来啦哈。嘉言啊，感恩啦哈。这顺行哦。嘉言啊，对不爽快，跟你以为阿就讲话。哦，阿秋阿姐，你有够无水准的，啊人来是客，你用人管。啊，恁两个有影靠靠呢，人是官呢。咱为着因家己的利益，伊无咧插咱的死活，啊，结果恁嘞，搁咧替因讲话，尤其你啦，为着因母甲家己规身躯拢是伤，是安怎哈？恁两个卡讲的无要紧啊。秋啊，妈妈，啊，咱做人袂当见死不救，这毋是你甲文辉爸爸教的，敢毋是嘞？有啊。啊，你徛哩才创啥？
去捧一个烧水来替恁个后生来抹药啦，紧的啦！你说见笑当生气，你坐落来啦，你要气死！喂，是，是，好，我知影，是。各位同仁，为明仔载开始，咱有特别任务，大家拢袂使放假，知影无？是。好。咱明仔载市场都要拆，我嘛真想要甲春花因斗相共。啊，不过顶头我压力这么大，我是要安怎呢？拢是人！哎呀，你对啦，你有看就知影啦！你对啊，来对啊，进来进来啦！快进来啦！蔡奇啊，今天就会拆了啦！啊，我希望吼，你应该给我一个机会，跟张氏企业合作啦。现在等消息啊！你们要跟政府签约？哎，不，张总啊，不啊，等消息哦。哦，后啦，好，哎，喂。等你一个头啦！听迄张总的口气，敢那是咧应付我呢？吼，迄个马三吼，实在有够可恶的啦！啊，要提选票吼，就讲要停迄菜市仔迄挂人啊，啊，结果咧，讲话敢那放屁的，即马吼嘛是跳票。你即马啥物意思啊？嘉宾，啊，你也唔知影。菜市仔管理处吼，已经派人要去拆菜市仔啦。啊，这嘛菜市仔吼，外闹热热呢。什么啊？春花啊，你先把你手内刀仔放落来，啊，有啥物话就好好讲。啊，这市场哦是一定爱听的，这是政府的政策啦。你若是要抗议哦，会当去市议会啊啦。拜托你莫甲阮为难啦。所长啊，你声声句句讲你是阮的朋友，你若是阮的朋友，是不是应该跟我徛做位？甲这边来叫阮市场的人赶走，结果你无，来叫我一个做拍手，来叫阮这粗作人，就是讲的。你若是真正甲阮当作是家己人哦，都袂用这款阿爸的方式哦，要甲阮赶走啦！你讲对啊？对啊！阮只是爱顾家己的方法尔，啊你讲唔对，阮是无可能走的啦，阮绝对会甲政府哦抗争到底啦！抗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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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抗议！钟凯，别惊，看伊家干安怎，我绝对跟你斗阵。秋阿姐，我一届病着啊，你回来啦，你是刚跳来创啥？到底是我的小妹，要死做伙死，快到死过啦！抗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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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，像你这样的天气，自己变怎？我早就知影有这个场面了，这阵人怎啊已经失去理智了，讲不通啊啦！那是经常要赶走，会愈来愈歹收煞。抗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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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乡亲啊！恁大家听我讲一句啦，即摆哦，伊万，到这个时阵恁也徛在遮，这个时阵恁不是应该跟阮大家徛做伙才对？安怎？到尾选票的时阵，恁就一个面；啊，即摆阮大家百姓需要恁的时阵，恁就把阮放下，要换另外一个面啦。啊，恁安尼怎敢替天阮大家啊？哈！即摆但是我唔肯啊！恁大家都要想清楚呢，咱即摆要安怎抗议？咱即摆是咧甲政府的政策来咧作对呢，无效啦！对啦，你无效啦，讲遐无路用啦，我来听。无用啊，今仔日甲阮做伙听崇辉妈妈。是啊，今坐落甲阮做抗议啊。议员阿杰啊，你这个议员是安怎做的啊？你若无甲阮崇辉妈妈斗相共，替因争取麦铁市场呢？嘉明啊，你听我讲。我啥物好讲的啦？既然你无法度反抗法律哦，你就应该要甲阮妈妈斗阵坐落来控心。你即马才在遮是咧创啥？哈？你敢是咧看好戏？我甲你讲啦，你根本就是一个乡民多鬼啦！嘉明啊，你是不是咧讲啥？哎，嘉明啊，遮无你的代志，你回去啦，回去啦，嘿啦，你搁有代志要无用，你做你无用，你莫插阮，回去啦。妈，啥物你的代志，我的代志啦。只要是咱老家所有的人，互人欺负的，就是欺负着我，嘛算是我的代志啦。今仔日哦，我是无可能互人食到够的啦。我嘛支持你。各位乡亲啊，恁大家熟悉我马萨，唔是三档五档的代志啦。以前来讲啦，我的心是甲恁绑做伙啦，我最希望甲恁坐做伙，大力抗议。但是以你来讲啦，这是政府的决定，这是政府的对策啦。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议员尔呢，我若真是会当做决定啦。我袂甲代志安尼放放下啦，无我咧变做孙悟空啦哈！我七十二变啦，莫讲我来对抗规个议会啦，甚至是规个国家，我七十二变嘛，我足够的嘛，我怎样去对抗嘛？无效嘛！讲这无效啦，你若真正有才调，但阮打落去给阮啦，你敢接嘛？接啦！接阮啦！带阮啦！你个冷静的，议员哦，拢有甲恁声音听落去啊！卖对政府哦表达恁的不满，所以拜托，较冷静的，恁坐站这嘛不是办法，哦。别讲一挂食屎放屁的话啦，你甲我来倒位向阮落啊，倒位向阮。春花啊，你安尼讲就无意思啊，春花啊。倒位向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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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位向阮。玉安，拄只迄个场面哦，我无紧甲你诱走，留你一人伫啊，这是要怎处理啦？咱从安尼做，咱离开，迄场面是要怎收煞？玉安，我当然嘛知影，啊，不过这已经是政府决定的代志，因是要怎反抗嘛无效，咱会当做了，只是小可甲伊按耐一下。袂用得啦，我会继续敲电话，继续甲伊吵落去啦。玉安。啊！打你的电话也是白开尔。喂，我陈议员啦，市场的代志要给我一个交代啦。安尼敢对？安尼表示我讲话拢无信用哦。阿信啊，出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你老大跟议会的人大声小叫？那就算不知影，春花一定在职的人，为着政府哦，要替伊单位的代志，死都唔敢搬啦。啊，佮遐拆厝的人哦，伫遐有话无，实在受够了。啊，议员啊，
嘛是为着因的代志，即马甲议会咧吵，实在是够烦的。喂，气死人啦！不管我安怎吼，有嘴讲甲无乱啦，因就是要甲我信道。以外，我拄则毋是甲你讲过，这电话啊是白卡的，加落几单尔啦。玛莎，你已经够拼了。这种事不要再管了，算了算了啦。什么算了？那边一大堆的人还在等我的消息呢。你就算去做了，他们会体谅吗？他们不会去体谅你的啦。那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以后我的选民怎么样继续信任我？妈，我要去市场。雅文，你。这个时候，雅文去市场干什么？这四十几啊，伊是出事来乱的哟啦，变啥物棒啦？紧倒来看啦！哎，宝玉啊，你还搁菜里啊创啥？你紧来啊！嘿啊，宝玉，你到底是不是老家的人啊？厝内所有人拢跳来听春花妈妈，你煞袂输一个外人同款，徛到远远远，即嘛是安怎？你是咧看闹热啦？嘿啊，连我这个外人吼拢来相听啊，安尼家己人煞无相听，安尼敢讲会过？啊，咱拢有读册啊，啊较高尚嘛。妈，唔是安尼啦，卡苏丹安尼抗议真正有效，我一定跟你徛做伙啊。啊，不过这法案政府拢已经通过啊。不管咱安怎抗议，根本就无效啊！不管有效无效，咱大家徛做伙，至少让政府知影，属于咱的财产，伊袂当这么强势要拆就拆。咱只是咧保护咱家己的财产而已。好啦，免甲伊讲遐多啦，伊根本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啦。我白痴的啦。好啦，即摆民主国家，囡仔也无要收听，咱是大人家变有啥物路用？大哥再讲，你有爱一大堆人安尼甲你收听，无差甲伊一个啦。可敢了脸啊！老妹，你哪里来？嘉文啊，你哪里来啦？这种危险的，啊，万一受伤要安怎？你紧回去啦！哎，嘉莹啊，咱是讲对啊，唔对啊？因老爸都唔惊咱死啊，你搁伫遐惊伊查某囝无命？你是烦恼伤多啊？啊？你是讲咩？奇怪嘞，你啊！啊，你看麦啊！这马少是哪个无效的呢？吼，伊唔敢哦面对咱大家的抗议，做去面条。这马又煞派查某囝来啦，这是说什么查某囝啦？你讲看卖啊！讲对啦，咱大家配水呐，退好不？退退退退！各位，恁大家听我讲，你不是议员的公仔，你讲的话无准则啊！别讲。妈，你先听伊讲啦。阿姨。我知你大家趁食人，拢想要保护家己单位的心情。我即摆讲啥拢无效，啊，毋过为着表达我对政府的不满，我决定要甲恁大家徛做伙。啊，今即摆是对啊，毋对啊？啊，我这人做代志对事无对人啦。虽然是议员查某囝，啊，毋过吼，我嘛袂掠你出气啦。阮的代志你莫管，紧走。嘿，奇怪呢，迄应该来的人哦，拢无来啦，啊，无应该来的人哦，煞一直来啦。嘉文，你无需要讲做伙，较免去互牵连着。阿姨，我讲过啊啦，不管安怎，我一定要甲嘉莹徛做伙。嘉文啊，啊你身体这么虚，安尼咁好，你也是紧转去啦。嘉莹，我不要紧啦。今天你为着我做甲这么多，今嘛是恁上需要人收听的时阵，我是唔知一阵多说。既然我知影，我哪当帮娃娃？安尼我讲是啦。连命都没了，现在他们是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。
我一定要在这里支持他们。有听到无？哈，玛莎议员，看卖啊，恁查某囝拢落来害阮坐错会啊！啊你咧，你拢袂够歹势晓啦？哼，什么叫歹势呢？你应该感觉见笑。大家都讲对不对啊？亚文，我真快被你气死了你！吼！亚文，连阿文阿呢，人哦，囡仔会愈来愈多，时间啊，拢袂收煞。紧擦擦嘞，较袂去汗着啊！人家问啦，想袂到你竟然违背恁爸妈，跳出来跟阮徛做伙，跟阮相挺，真正多谢你啊！这无啥物好多谢的啦。啊，也搁有。安怎？歹势啦，拄则我惊你有大水冲着伤，啊，雄雄该揽掉的，我毋是头故意要甲你食豆腐啦。嘉莹。你足古锥的呢，我知啦，你放心，我袂怪你啊。等到我家给你说多些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，那呢，我先来等了。嘉莹，看你啦，规身躯拢干啦。你是讲，你甲我讲过，你要做我爸倒来囡仔的老爸，这件代志，当然嘛遵守了。嘉文啊，结婚是一世人的代志，一旦决定就袂当后悔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因为甲恁爸结气，才安尼讲？你袂相信我讲的话？不是啦，我是烦恼你若做出错误决定，是后悔一世人。我无希望你是因为出代志才做这个决定。我希望你是真心想要嫁予我。思念是风吹起袂，予缘分去对，不惊会失去一切。嘉文。你无爱我这件代志，我早有知影。也毋过，迄毋是重点。上重要的是，是我爱你。我想要照顾你一世人。嘉莹，在我上痛苦的时阵。为着我辛苦毕业了，竟然是你，你对我足体贴，你的心我足善良，我予我足侪安全感。你妈在讲，是你予我这个机会，予我会当照顾你，我顶多爱甲你说多些。你看你。明明是你对我好，你总是找理由，讲是我给你机会，
虽然我无法度嫁予我上爱的人，但是我若会当嫁予上爱我的人，迄嘛是我的福气啊！有你的照顾，我一定会照幸福。除非你后悔，嘉文啊，做你放心，我永远都袂后悔。嘉文，做你放心。 我一定用我的性命来照顾恁母仔囝，互恁母仔囝幸福。好，咱一个答案，咱摕提水来甲咱抓，来甲咱喷。我气嘞实在是，即摆你这知影，所以我毋才讲遐什么死人官话，会讲的一套做的一套啦，讲的话来听，够使就食去。秋啊，总会。哦，啊我敢袂看唔着去哈，啊你敢是迄个高高在上铁面无私的所长，啊你哪会来遮？ 吼，啊！你敢会惊唔着咯？啊！你来阮家吼，我的形容敢敢来金光闪闪，水气千条，你听敢我会插目个哦？好啊啦，莫甲咱口口声声。啊！我敢有讲唔着去？平常时声声句句讲是咱的好朋友，结果哎，政府伫咧咱拆市场的时阵，哎，人伊放外外咧，无徛咱的身躯比无当要紧，搁做政府的拍手，甲咱阿死死，你讲伊敢无过分？歹势啦！啊！当你嘛知影。 我是食人头路烦人问，啊，着顶时交代林部落的，啊，无去做着袂用钱。其实我嘛真想要哦，甲恁大家徛做伙，甲恁相挺啦。吼，你毋免安尼尻川后话，讲啊遐尔好听啦。你声声句句讲你是阮文辉的好朋友，假使你若真是阮文辉的好朋友，你敢袂安尼对待阮？你敢毋惊三更半暝，阮文辉去会去外骹紧？陈辉，你嘛较拜托，你已经嘴实在是哦。但文辉拢毋知出事较倒位去啊，你搁定定叫伊出来做歹人。 啊，伊阁想讲无了解，伊毋是会做迄种代志的人啦。哎，你安尼甲我吐槽哈？但拄啊建宏因讲过嘛，伊是食人头路犯人问，你抓准伊，这尔爱得死咱这朋友啊，啊阁再讲，伊都应情深来到这压一个门嘛，甲咱回失的，啊无你爱伊安怎做，你才会欢喜哈？对啦，我拢袂讲一字，若讲到你建宏，你都毋甘嘛，马上去跳出体个讲话，啊你毋通袂记哩呢？咱规家伙啊，靠啥伫咧食情，靠菜车迄个单位呢？迄个单位若无，咱是要安怎落去？啊，死的，伊若毋拢去食屎。食屎，食屎，阁是这样，我流过来，流过去拢是这样话拜托的。啊，你讲了袂成，我听拢耳根根要破去啊！啊，我讲唔着去，啊每个月初二十六号，我
好啊啦，啊人都已经甲你回失礼啊，你安尼嘛袂用，安尼嘛袂用，你有影足歹伺候的你呢。建宏，来，你转去。等伊安尼哭哭翻，毋知翻到啥物时阵，我甲你讲，伊一支嘴若开啊，无嘛咱明仔我再处理，你先转去。我决定要嫁给嘉荣了。过来，你你好卑鄙啊！你明明知道雅文心情不好，你趁虚而入，你太卑鄙了！你说，你跟我讲，秀琴当初是巴肚来迄个囡仔的老爸是谁？好啦，我跟你讲，迄个人就是玛莎。玛莎，女儿疯了，你也跟着疯了。女儿都这么大的人了，她自己的决定，我们能怎么样嘛？你不要忘了，现在为了菜市场的事情，她还帮我们当仇人呢。她怎么会把雅文当做媳妇呢？我有一件代志，要跟你宣布，我要结婚啊！刚刚那新女婿，不唔对。
是马扎吉的早嫁嫁分。我反对，我嘛反对。妈。